对战擂台赛，红方呢是光头强，蓝方呢是萌鸡小队的大鱼。比赛开始，按着红色的按钮和蓝色的按钮，比赛就会开始。怎么样才算输赢呢？两个娃娃打成了平手，看脑袋被弹簧弹起来，就证明已经输了。这边脑袋呢同时也弹了起来。好，换个位置呢，接下来我们来继续。这次呢是红方光头强输了。继续开始。咦，红方光头强还没刚刚开始就已经输了。换个方向。最后一次对战，蓝方萌鸡小队的大鱼很厉害哦。这个呢，就是赢了一方的奖品，是汪汪队巧克力脆脆。